哦，你是否注意到了？你现在会看到许多散乱的纸片，圣诞礼品的包装纸啊，袋子啊，还有一些旧的装饰品啊。好的，不要把它们扔了，我们来做一个圣诞草圈。做一个圣诞草圈，我们将一个盘子放在一张硬纸板上，然后将盘子的外围画上一圈，在第一个圆圈外大致两厘米的地方再画一个圆圈，不必画得太标准，只要保持两厘米的距离就可以了。好极了，然后将圈内和圈外的部分全部剪掉，如果不好剪的话，那么把周围的线条用水打湿，等你剪好了就有了一个硬纸做的圆环了。同样，圆圈的边不用剪得太好，因为一会儿要把圆环用别的东西盖上。现在找一些你手边任何圣诞节用的纸片，我们要把它们剪成长长的纸条，大概有6厘米宽。看呢，这招很灵的，你看，沿着纸条的一边用剪刀剪下去，不过只剪到1/3宽的地方哦，千万不要剪断了，看我做的。你也可以量一下，不过用不着那么准确，就剪1/3宽就可以了。好，等这一边剪好了，将纸条翻过来。好极了，马上我就要剪完了。好，现在将它翻过来，我们再来剪这一边，记住同样的是1/3宽，可千万别剪断了，这样中间就留下了没剪的长长的一条了。好极了，两边都剪上1/3啊，好极了，有虚边的纸条就这样做好了。接下来在彩条的一端贴上胶条，把圆环拿过来，将彩条贴在圆环上。啊，对了，我想你明白了，将彩条紧紧地缠绕在圆环上，等你用完了所有的饰条，就像我这样做，然后我们用胶条把它固定好，看看我是怎么做的，把它固定住。我们用彩条将圆环都缠好了，用胶条固定住，等你做完了就会得到像这样的一个东西了，看上去不错吧。然后用手将虚边擦起来，制造一些草的效果，硬纸环就被盖在下面了，看，就像这样。你可以像这样只用一种颜色，也可以用不同的颜色。你瞧这个双色的圣诞草圈如何呀？这用的只是蓝的和白色的塑料袋，看，等你做好以后效果一定会非常棒的。看呐，我将蓝的缠在白的上面，你还可以用别的东西来缠啊，比如说用这个金属丝做的，看上去非常的棒。或者呢，这样用一些旧的彩带，我们把它剪成这样，再加上一些闪光的球，哇哦，这很容易做到，就是将一些胶条卷成一团，然后沾上一些亮片，将它放到里面滚一下，看看我做的，揉成一个球啊，放到亮片里面滚上这么一下，好极了。下面要做的就是将它粘在草圈上，看，它自己会贴上的，看上去非常棒，是吧？好了，再来看看这个，这个是我用闪光的包装纸，哇哦，圣诞的包装纸看上去真的不错。然后给你的草圈系上一些棉线或者彩带，挂在房间里谁都能看得见的地方。看呐，碎纸片这么使用不错吧？是不是很漂亮呢？自己动手试试吧，一个圣诞彩圈。嘿，我是头人，圣诞快乐啊！这些彩圈很有气氛，而且是用纸片做成的。自己要做的话，围着盘子在卡片上画上一圈，那么在外围再画上一圈，然后剪下来就成了硬纸环，然后用大约6厘米宽的纸条把两边都剪一下，不要剪断了。现在要做的是将纸条缠绕在圆环上，就像这样，看呐，
做完以后把边擦起来，你也可以用别的东西来做啊，这样一个很好看的草圈就已经做成了哦，哈哈哈哈，哇哦。